今仔日啊，咱是星期几号？星期几号？蔡社会会宣传的。我相信抽一个号码，展现的是咱的意志力。所以这不只是一马当先，而是我们为南投付出的心意，为南投争一口气，为怎样南投过去无建设，南投经济无发展，所以咱即马爱认真拍拼，一心一意为南投拍拼。这不只是一马当先的问题，这是需要全心全意的投入。所以我相信，在这个过程，大家有看到，咱就是要为南投争一口气，咱就是要为南投认真拍拼，咱就是一心一意为南投。感谢大家，我会认真拍拼为南投，绝对要让南投拼到第一名。感谢，谢谢大家。多谢，好，多谢我们培慧。强盗接棒给年轻人，是在帮儿子铺路吗？没有这回事，因为国民党。啊，这个要提名啊，国民党的机制一定要透过民调的机制啊，谁最优秀，谁最能够获得民心，才能够出来参选我们的下届2024年的立委。不是说我要谁，我没有权力，说要给谁就给谁，所以不要再继续抹黑下去。